话了，所以我自己在打评分色彩的时候，我才会带中画，他们运我会很好打。好了，再叫我，还在生。那怎么不见了？好了，等他准备好就好。那我来了。布丁，我来了。布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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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丁。Nice 不见了。Nice 不见了。是 Nice 倒了。他又出现了。出现又消失。好。曾经在我眼前，待会。跳下去，角龙来啦！我刚刚没加崩呢，交给你了，江夏。交给我，我没有东西。我也是可以的，可能要等人下来吧。哦，我们都在下面。啊，他转。现在可以转哦，他现在是很窄的地方。穿成转身一转。转身一撞，哎、欸！啊，下去，完蛋！我还穿转身一撞好了，我想说不用穿了，比较省呐、啊。哦，好空旷啊！等一下就不空旷了，他不要装丢，都好。啊？嗯。有，再轮次，果然如此。哦，没轮到，二七。哦，我已经轮了，一下不够啊。他脸已经花了呢。哇，那我怎么？在软的时候他是白痴，你是打到他的背吧？他妈的！他一打我就软嘞、欸，怎么可能？他的背如果是没有软化的话，图案啊。我没石头啦，看谁要撞啊！好，撞撞撞！外系外系外系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再来一次。啊，我的防御呢？假的。猫的你要哦，猫的大吸引，谢谢。灰尘好大，看不到他的。又开始钻了。哎、欸，贴这个第二个是什么？就是散弹和超轻全满的，手上面是有舍弃一些散弹和超轻，就是上面有攻击师，下面没有攻击师，就这样子。他到底要装到什么？谁知道啊？他是角龙啊，爱撞的那一种。我的麻痹陷阱哎，受够了。估计也差不多了。啊！再毁了我的陷阱。你不要在那边，你不要在那边，离远一点。在那边就好了。对啊，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我先送他好了。好，没有没有，我骑着。好。
在输出了。你有看到我抓钩的那个弧线吗？自己下来。你看哦，这样子。啊、HDD。哎、欸，你看哦，钩爪是这样子，嗯、用捞的、哦，所以才会弧度比较大一点。哇！我说你的特效，你那个啊，但丁手。哦，他那个接近真的很无耻，整个上去又转了，完全不需要判定就已经上去。有啊，我还是有稍微转个向啊。又转了，又转，又转了。来，麻痹陷阱啊！没事，他不是踩麻痹陷阱。看到了，还在，那再麻一次。麻完就麻啊！站远点，站远点。有有。哎，戳一下，我戳了他的头一下。哇，帅气！没踩进。八哈有人可以看到说骷髅去哪开启之类的文章，有没有？我仿佛听到他哭了、欸。是吗？还没，他假哭。哦，好吧。假装求饶一下。转。耐心灰了，按错键了。哦。右转，就这里了。哇！打得真好。再转，又转进去了。啊，冲出来啦！我已经预判好了，但是，哎、欸，这次没有骷髅头跑出来，是我足迹点太少。没有，你足迹不可能比我少，不可能比我多。到底是哪一个？哦，大龙鱼。我足迹一定比较多啊。哦，各种。我滚啊滚！你管他小。为什么是普通龙鱼啊？普通。是拿到普通的、啊。他是大龙鱼啊，小龙鱼那猎人笔记。看一下哈，角龙，对啊，研究九等啊。他是看那个，嗯，追踪的，另外的追踪的不是看研究的。研究等级是你对他的那个图鉴的了解啊，追踪等级是你打魔物可以看到他什么状态的那个。嗯哼，所以你是要一直打才能看到吗？就去捡足迹。狂捡足迹，可是好像也是要一场一场累积，不一定一场就会看到。不是之后会慢慢降下来吗？会，对啊，不打会降。好亮，该不就是普通龙鱼了？不要再给我打龙鱼了！哎、欸，有了！直学猪二，好，你有直学猪啊？之后就轮到你了，不用开心，圣诞老公公会发给你。下一只，下一只打我。你不知道打、啊？好明坡啊，好啊，走。
我的女朋友奖励有点废啊，你们谁要好？我的就我最多就四个奖励而已、啊。看一下，我的好像是一金一银两铜吧。我去看一下我的名簿好了。我、哦、没有哎、欸，一金三银。有一个一金一银两铜，一个一金三银。有更好的吗？我正在看。要干嘛？我有一金三三银，两金二银一铜。哎呦，靠你了！四金，但是两个人。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嗯，现在侧甲应该不用摆装填扩充了吧？只要看要哪用什么弹种啊？侧甲，侧甲，很侧甲，侧甲一，侧甲二，侧横，侧甲三。我拿那个天道啊，那个是侧甲三要扩充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不用啊，那个不用扩啊。我想起那个，它上面只有写青奴而已。来吧，我最后一场，我叫棺材。在那之前，来，我要问，我现在配这个叫防性五破坏三。KO 三炮速三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应该是没。不，你的炮速三哦。嗯。等一下哦。还是炮速可以不用。哦，没有啊，榴弹侧甲榴弹的攻击对吧、啊？没错。如果你真的要高点的话，就可能要配炮速几吧。我这套是驯龙套。驯龙。所以你要用那个但解约队那把没什么用、啊，是啊，天地吗？对啊，天地的，有啊，所以说解约省弹药而已啊，对啊，只有省弹药的作用，所以说比起要用解约，我比较推荐你用龙三金柱龙三那一套，对，炮速铸刀龙三很高啊，铸刀一炮就113的。我那时候打一炮，光大小，是好夸张哦，几百的，有没有要进来啊？在那打炮都不进来，是不是在想色色的事情？是一炮吧，不是一炮吧？没有一颗一发在当中射一发，一发在当中爆掉的伤害，他来了一发，攻击起的话可以到100的炮。好，那我两个都，好夸张哦！我两个都配起来更干他了，两个都要、哦、哇！我换装备给你看，我等下切给你看，全都要。等下再弄好不好？不要给我看，等下再弄啊！把自己弄，我想要棺材要打一打。哦，然后我要自己弄。好，你自己弄。还喜欢 DIY 啊？个人 DIY，、欸、我喜欢自己来。干有没有吃饭啊？还没。等我一下。到底。我派猫出去，我看一下他需要打些什么。就是你了。你就还有两个人没有准备。然后我还在吃饭。到底。监视灭气哦。啊、好夸张、啊！好夸张！好夸张！夸张！被丢包了，好夸张哦！我找到他了，我找到他了，他在这里耶。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，最近开打了，什么？卡，等一下，我喝个饮料啊。啊，你
反正他不会攻击的。哦，很急很急，可以撞了，可以撞了。有石头吗？有啊，隔壁啊。操！哎、欸，跑了。对啊，跑了。我还在开心捡竹鸡的时候，他就溜了。我也是啊。竹鸡。好，下去找他。哦，我都没看到竹鸡。新的调查报告。哎、欸，这 Duke 他还没走到最下面来。他可能就会飞到下面那边，等他就好了。他在欢乐跳跃。他等下就起飞。哇！我刚刚是不是差点滑死一只那个甲虫、太古什么虫的？滑起来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靠腰。嗯。不要！我不要！我不要说我发生什么事。这个地方嘛。要把他引过来吧。大惊，远古鬼符轰。我好了，我到了。啊！好、哦，对不起，我打扰他。是不是在嘞？没事没事，居然还没死。啊，这边应该很开壮了。对、欸。啊，不是说要转身衣服动一穿下去了。看这么用，啊，搞视频 ，OK， 出游、哦，我死，判定就出现了，他们看起来就不是墙壁啊，Oh my god！ 咕噜咕噜咕噜咕，水妖鸟进化版。我靠！哇，好滑哦！滑！哦，又来！喷水水！哎呀！喷在我脸上。换我了！哎呀！哎呀！猫咪有吗？没有。有啦，有猫咪啊。可是。但没有。他那只猫是演员啊。对，没错，他是。我会骑古龙啊。倒地的会啊，哦，那个啦，那个奇面独裁会拍，很久没玩哦。对啊，很久没玩了，等级怎么这么高啊？他在呛我，你才像，你要呛我在场的人，是，在座的各位，击败人，都是击败人，他讲的哦。等下要退局了，对吧？他讲的哎、欸，你退这个干嘛？也是我把他踢了吧？啊，被踢了！耶，踢你，好踢！哎，这边可以不可以撞吧？不行，很好踢。我们就去那边吧。等他过来啊！他那个吐水吐好远啊！啊嘞嘞！哎、欸，喵！他这个吸吸吸，过来！哇，这声音实在是有够！过去！哎，我以为又没有了，还
吓死我！在呛我，你是想退群？哎、欸，尖锐石没用。Oh my god， 又来了！呜，嘎啦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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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啦，古拉古拉古拉嘎啦，我有有有，我可以睡他哦，好，我想，打你啦，哎，别啦。我他这样离墙会不会太远啊？不会啊，哦、又开始震了。所以睡了中得到哦。嗯，我可以。我睡了都中得到哈、哦。我可以，好晕了。抓到啊！啊！啊！我飞了。我以为我那个地方没死。他跑了吧？再一半就睡了，靠北。然后等他大结完再来睡。好多主机。嘎啦嘎啦嘎啦。哇，这边也有，我白痴要倒这边哦。嗯，看我那边吧。哇哇哇！够了够了够了！嗨！我靠哟！可以直接撞，再撞了。前面的小心，干嘛干嘛？哇！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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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差点！咕噜吧哈！再一次！哎，被撞下来了。蜻蜓点水。哇！这不是我上次这样子吗？就他在点哪里啊？嘎啦嘎啦！哦，嗯，照不到、啊。是哟、哦。
对了。哇哦，九桃。去飞。嘎啦嘎啦，哎，掉喽！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掉喽？国王的掉喽！看来过了嘎啦嘎啦。嘎嘎嘎啦嘎啦哦哦好嘎啦嘎啦啊击飞中弹按错没打到。哦，我看到骷髅头了。可是这个不用看啊。为什么我没有？我也没有。我打他也很少啊，足迹也都没在捡啊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哦、这我自己爬好了，你好慢。毛西龙爬的比较慢啊，嘎啦嘎啦。我知道啊，就是我要自己爬的、哦。我说我的毛西龙感觉爬的比较慢呢、欸，嘎啦嘎啦。嘎嘎嘎，你还是下来吧，自己爬吧。我不要嘎啦嘎啦。救足迹也在哪里啊？酷。我的哥在哪里呢？你去改吧，这边吗？我多捡了两个足迹，还是看不到哎、欸。要上吗？可以啊。嗯。还有人在下面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掉下来了。分散投资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样至少会中吧。来，我是预测他不撞头。啊、哦，这就跟那个赌博一样，我压两注，你单压一注。好了，哎、欸，你还要放爆头吗？来来来，我也压两注，我就压这边了。好，上吧。我没带。啊。啊，抱歉，完了完了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哇，连爆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分散投资是对的。伤害挂台睡觉，不用挂了，关台了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明天中午之后会开。啊，你那么快啊？你是说我堂哥的事情吗？
对啊，换那么快。早上八点，早上八九点就要去了啊。哦。在看呐、啊。那、啊、你们就自己在这边等我啊。哇。最晚也是两点吧，我怕塞车。你是要等选妃是不是？还要我们那边 stand by？ 你们自己，你们这边嫔妃先去查一查，然后再挑选三个一起玩，有没有？今晚就你们三个跟我啦。开始拿牌了是不是？这很帅啊！嘎啦嘎啦嘎啦，乌拉巴哈，乌拉巴哈是脏话。我要学那个香兰西的家族的脏话。我都西巴鲁骂了，太难听了吧？巴鲁骂，用来召唤医生的那个咒语。那时候在玩鬼打，那边狂骂鲁西巴鲁骂，被骂。那真的不是韩国的动画吗？四星，搞一搞。好啊，去收台啊！你们先去弄，等下后台弄一弄，应该去躺了。对，我还要再一go。啊，六人先跟他们打。嗯，要打什么？我看明波。我的明波差一个换药血。好啦，今天感谢各位收看。对啊，最近还是一样会以魔物猎人为主，因为游戏库干啊，不是有一个游戏真的是很可爱，可是它英文我真的没办法玩，不然就是明天看怎样有机会开来玩玩看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没有了。